大家好，我是蔡明飞，这是我老婆。大家好，我是王新月，是蔡明飞的爱人。最有资格来解读这对故事的应该是刘惠普。好，是一名魔术师，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全民创业是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嘛，所以我是想看看互联网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毅然放弃了魔术这个行业。但是经过在聚美优品这么多年的历练，然后出来以后呢，又经过自己的二次创业，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一个人其实最应该去做的其实是他最擅长的。这个时候我其实发现我们的魔术其实在很多领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比方说在少儿教育方面，所以我们现在就变成这样一个教育公司，然后来给很多培训机构来输出一门魔术的课程。也就是说其实你离开了那家公司之后，你后面有几次创业啊？就是做过两，就是创过两次，两次创业、对，你知道你的妻子为什么一直以来没有变动自己的职业吗？不太敢吧，这个明飞，你知道你老婆特别支持你啊，中间有一次做小龙虾啊，你老婆抱着你的小龙虾在公告楼边做宣传，然后我正在那儿办公室里面开会，他进来了说：“何马哥，你吃饭了吗？”我们俩没什么交流，你知道吗？吓我一跳，什么情况？貌美如花的女下属问自己吃没吃晚饭，对不对？啪嚓，放我那儿一个你的小龙虾套餐。他真的在你创业的过程中啊，不管你赚没赚到钱，成没成功，他是无怨无悔，当你的宣传员，做你的大后方。你都能找到这样的老婆，你得感谢这个节目。真的好吗？我自己都感动了。其实我是觉得我老公他比我要承担的压力要大多了，就是我觉得与其说是我在用稳定的工作支持他，不如说是他冲在前面，然后去给我去打造更美好的一个未来，所以我挺感谢他的。虽然他们没有带什么吃的给我们，我们这狗粮也吃的差不多了，啊，今天是不是也给我们表演一个魔术？可以啊，来掌声。刚才我说过了，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少儿教育，那很多孩子的智力现在非常的高，接下来就是一个智力谜题。本来这个魔术呢，我是想拿一个娃娃扔下去，随便选个观众上来，为了证明这个人不是托。但是呢，因为今天看到河马哥来了，所以我决定就让河马哥来配合我。首先你要发誓您不是托吧？绝对没有串通过，对不对？没有。好，这个呢是我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就是谁先连成三个谁就赢，玩过吗？比方说圆形横着连成三个，竖着连成三个，或者斜着连成三个。我的童年都在学习啊。哎呀，是吧？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这是很考智力的。好。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先下，并且下在了中间，就没有人可以赢我。要不要试一下？对。比方说我现在下到这了，你下一步会下到哪儿？东白很聪明，大家知道吗？聪明的脑袋不长毛。来，东白，你说放在哪儿？应该下到哪里？来，东北，把那圈盖上，把那圈盖上，非常好，发散性思维哈，厉害。来，河马哥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答案？左上角，左上角啊，好，左上角啊，好，好，接着啊，啊，接着我再下，我再下这儿，你下到哪？那我只能就显而易见，对不对？对啊，插在下面，对。好。那你看，你这样连成两个了，所以我肯定也要。他放一个，所以我肯定也要放一个下刀。对，我肯定输啊，我放哪儿都输啊。这里，对，我放哪儿都输啊。没关系，你下哪里？没关系啊，是吧？啊。右边，右上角。右上角。右上角是吧？啊。好。我得让他不赢，对不对？我也不让他。这也很危险呀，因为我差一点就没有发现，是吧？啊，对。你这样吧。对啊。嗯。对，你也赢不了啊，我放在这个
这个叉放那个叉放在正下方吗？正下方吗？正下方谁也别赢，对。好，哎，发誓网破，居然是平局，你们知道吗？啊、嗯，在我这么多年魔术生涯当中，下平局的概率是1%，哦，所以。河马哥一定是人中豪杰啊，能下到平局已经非常厉害了。我怎么觉得是个坑呢？那个插放那个插放在正下方吗？正下方吗？正下方谁也别赢，对。好，哎，发誓网破，居然是平局，你们知道吗？啊、嗯，在我这么多年魔术生涯当中，下平局的概率是1%，哦，所以。河马哥一定是人中豪杰啊，能下到平局已经非常厉害了。我怎么觉得是个坑呢？你看这个块儿后面都有一个图案。嗯，刚才您是随机下的，对不对？对，随机下的。好，你会发现，随机下完以后，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你会发现，恰好是，哇，好棒啊！